저 사보도 오노노? 对，所以说要就别背头。这个窗户不能打是吧？这个窗户，一楼窗户不能打。带他们走走走，带他们走。你被二楼打的。二楼打死，二楼有狙击手啊！你们快点。没死，假装过来跟我们看情况。那他妈违反规则了，那骇客。没弹了。你怎么来了呀？我进去打扰他们 CQV 啊。那你当然对啊，你不是进去要打，你不是要进去打扰他们 CQV 吗？我进去他就打扰他们，打扰他们 CQV 了呀。是不是有点暴露你位置了？你死了？死掉了。去出口。OK。8分钟时间限制哈。
下去吗？现在能走路吗？配得到。我操！开几辆哈？你这不要太撩枪。裁判，裁判，裁判过，别射我，别射我。裁判过，裁判过，别射我。嗯，你在干嘛？你直接说自己是警四百不就得了？
9 8 7 6 5 4 3 1 开始。你怎么掉的？我操！你怎么掉？这得掉了！我操！这都掉了！别扯了，我太菜眼了。狙击手已经掉了，回答我。杰克，你不能上二楼的哈。没法从一楼窗户里面照，二楼窗户就可以了。能上去啊？不是，这边不能，这边不能。你死了？一楼不能，一楼就不能，一楼不能。对。从那边直接走呗。这很高架顶，这几个窗户。我能架这么正常的吗？小心左边，小心左边。或者一楼。一楼窗户不是不能打吗？一楼窗户不能，二楼可以。嗯。二楼吗？ Yeah. 你们楼都不进，不会就清被清光了？你们就三个人了？我就四个人了。跟我来，跟我来。对，跟我来。我是摄影师，不要管我。5分钟，那个窗户不能是你的，你放心，那是违反规则。3分钟，
感受到对面的痛苦了吧？就剩两个了，加油！就他跟 TP 了。对啊，不是，我说你们就剩两个了。两个都叫 Jack。哎呦，我设想死了，算了，不快了。啊？谁打中你了？我操！啊？谁打中你了？那边那个楼道那边。那挺好啊，一楼绕，漂亮的。Game over! Game over! Game over! 我俩推了。